陈国中常委，他曾经被改训过。那依照我们今天通过的条例，以后是不是他没有办法参选党职或公职？谢谢。是的，没有错。就是说，本条例不管是党职或公职的这个条例修正案通过之后，未来有涉及黑、金、枪、毒或曾遭受管训者，皆一概没有办法担任民进党的党职，也没有办法代表民进党参选公职。那我们希望民进党做政治的表率，能够引起其他政党效尤，对台湾社会的治安贡献心力。其实今天大家都无意通过了，基本上大家都认为民进党的责任，对当前的社会治安应该要贡献心力。啊，另外一个在这场选举里面呢，民进党遭遇的批评，我们也应该要做断然的处理。所以基本上没有一位表达不同的意见。有没有直接跟黄成国先生提到说，那他这一届的中常委就不要继续做了？这个之前党内就有跟他进行这方面的讨论，那后来结果他是同意不再出席党内相关的会议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